子掉下来，我的餐桌这里，下一个从那个天花板掉下来，砰的一声，啊，还有是公用区域还是餐厅的区域？公用区域，公用区域。那个老鼠听到，老鼠就掉下来，就砰的一声，然后他清醒以后，他就跑走，因为我本来想要拿汤匙去打他，后来啊，因为我脚就撞到那个桌子嘛，所以还在痛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哈，这个是不是要鼠有鼠患还是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台北是一个国际的城市哈，应该在这个台湾美食很多，我们应该好好。如果是外国人来吃，那掉在这个不是很好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有他没有掉在餐盘里面，但掉在旁边，我结果大家都吓呆了。我不晓得他们后来我也不敢再吃，因为整个他都掉在这里了。后来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是不是怎么样去提醒他们哦，去要求他们去做好这个公共的卫生，还是防鼠啊、防疫啊？因为老鼠会这样掉下来。你们有掉下来过吗？有啊。你们吃东西有掉下来老鼠过吗？有啊。我看我是被老鼠追踪了。哦，对不起啊，看一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应该我们因为台北市是一个国际城市，而且这个食安、卫生啊都做得非常好，我们还是需要互相提醒了。那是不是去请他们也去注意？好，谢谢。那个许。